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 Danny 陈伟业，刚刚完成了这个21天的灵魂进化的这个课程，满满的感动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参加这个静心期旅程的之前，我是没有任何静心的经验的，就是对静心的概念也没有，但是呢，Avalon 老师的教导真是非常的有系统。其实，在这21天里面教的一些内容是很虚无的，是很难用头脑或是用文字去了解。但是，Avalon 的教导每一天也是很用心、很有耐心的去引导我们去进入一个课程。很幸运可以得到一些灵魂上的解脱。所以我想分享这个21天对我来讲的一个收获。第一很重要的是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。其实我们本身的灵魂就是被锁在，紧紧的锁在里面，不可以释放出来。透过静心，透过一个很系统的学习，我们把这个灵魂释放出来了，然后也对自己的由来，对自己的方向。会有更加多的了解。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忙碌、很多东西要忧虑的一个创业者来说，这个21天的课程对我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，让我可以了解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，不要去想过去或是下一秒的你，好好的活在当下，然后。把自己的爱，把自己有的内在的好的恩典，好好的活出来就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21天是一个很奇妙、很漂亮的旅程，很难用我的语言去跟你分享当中每一个细节。但是，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可以回到源头，你希望你的人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方向，你希望。你每一天的生活可以在一个平静、一个安定的情况下，我衷心的鼓励你，建议你来体验这个 Avalon Teachings 的21天的课程，你将会有满满的收获。谢谢。